各位好，我是晚熊哥，晚熊哥又来介绍牌组啦。今天玩我们新卡盒的新卡，我们的决心师兹莱贝这个尔特。那他有一张跟他有点像的，应该是调心师吧，我记得。来，我们看一下。对，这一张。那这一张这种都是属于可以调整心术的。那我觉得这一张没有刚刚那一张那么好用。对，那我觉得这张其实挺强的。这张决心师兹莱贝尔特，风属性等级4，超能族效果怪兽，攻击力1500，守备力1500。第一回合一次，可选择场上表侧表示的一只怪兽发动。被选择的怪兽等级上升一等，此效果于对手回合也可以发动，所以你就可以随时改变你的心术，看你要做同步还是要做什么其他操作都可以。对，那我就用它的这个效果拿来搭配我们的翻脸。对，因为翻脸这张卡与原本等级不同的怪兽存在于场上表侧表示的场合，场上的怪兽全部变为里侧表示。对，而且它又可以一直做调心。对，所以就是心术变动嘛，所以搭配翻脸就可以一直做使用。对，那我最常用的使用搭配就是利用念力的女巫被破坏，然后把这个决心师除外。那下回合决心师到场上，那搭配翻脸就可以全部盖起来。那这时候如果你已经用矮星龙横行星已经检索了光子翼龙，那光子翼龙只要一召唤就可以直接召唤或反导召唤都可以炸爆对方全部的盖牌，就是连怪跟这个后台一起炸，很爽。那还是老样子，技能搭配我们的孤注一掷还不错。欸，我的光子翼龙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技能，每次使用时减少2000点，展示一张手牌掷骰子，那掷骰子直到几就等同于几，那刚好2500配1500刚好就是4000，所以如果你达成这个 combo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对方炸爆。欸，然后再加配一些加拿大谷底深坑这种会盖起来的，那就可以更强势的发挥光子翼龙的效果。那个人觉得这个决心师来自贝尔特应该还有其他更好的效果，那大家可以在集思广益再想一想，看他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其他好用的效果。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看回放吧。来，这场打我们玩藤翔。好了，对手盖了一张。好了，那我们一个矮星龙来，马上被四元幽禁，这个是虽小。好了，对方一个电子龙，哎，这个电子龙直接帮助我，因为这个电子龙会改变等级，所以我的翻脸等一下直接就可以发动了，我快笑死。哎，对方冲击波想要炸我，来，我直接把它盖起来。哎，两张直接盖，哇靠，感恩你啊。好了，那我们再下一个女巫。好来。打过来，好来，那我们把这个除外，除外之后，等一下就可以特招。我们除外的是第二张女巫嘛？好来，神抽一个翻脸，死！好来，矮星龙横行星检索光子翼龙。好来，又被打爆。好，等一下就可以发动孤注一掷了。好来，再盖。好来，对手直接升招，来又升招一张电子龙，然后一个修理工厂又再把电子龙这个直接检索，来打过来。好来，我们把这个除外。好来，直接回到场上来改变等级，来等他打了过来的时候，来发动翻脸，死！好来，发动孤注一掷，来掷骰子，来掷到6。好，那我们把这一张女巫做升招，直接炸爆后台，砰！好来，1500加2500刚好4000，死！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来，这场打我们孔雀无。好来，盖了两张，盖越多我越爱。好来，一个矮星龙横行星来直接检索光子翼龙。那我们现在只要想办法改变等级就可以了。好来，对手又是电子龙，搞什么？好来，女巫盖上去。来，这个牌都是打慢慢的，哇靠，熔岩魔神，我傻眼，我真的傻眼了。好，再下一个矮星龙，好来检索光子翼龙。
好，来打过来，视为一个加拿大。好，来直接熔岩魔神咒，来发动孤注一掷。我靠，又直到五，我这运气也太差了。好，来直接升到熔岩魔神，全部炸爆。你再来啊，你再来啊，你刚不是很秋？好，来交流大，交流场上。好，来打过去。好，来结束阶段。1700、1200打不死没关系，结束阶段我再发动一个翻脸，来盖起来，盖起来，盖起来。等一下光子翼龙反转，我照炸。来亚马逊剑士，来吃我一个无底线坑，死！好，反转炸爆！好，来一个圣杯，哇靠！来，不过没关系，我再升招就好了。好，来升招，再炸爆，砰！好，来一个土纹样，没关系，一样被我炸爆。砰砰，来直接逃走。来，我们再看下一场。好来，这场打我们海马。好来，一个生命值增加阿法。哎呦，很会盖哦。好来，那能盖的就丢一丢，来检索光子一楼。好来下来亚马逊，好来加一个守护者之力，没关系，给他扣。等一下我满足这个2000点扣血，他就死定了。好来神抽，又抽到一个翻脸。好来打过来，哇靠！好来一个女巫下，好来女巫打过来，来检索我们的调心师、决心师。好来决心师到场上，来直接调心。好来我们先，因为还没有盖翻脸，来加拿大盖起来。好来他，我希望他可以盖多张一点，来把他的手牌资源都耗光。好来翻脸盖起来，好加拿大跳出来。哇靠，远古规则。好来又来了又来了，好来跳白龙，好来盖起来，死！等一下很爽哦。好来再来，又跳一张白龙。好来盖起来，死！好来发动孤注一掷，来直到四哦，终于有了。好来直接炸爆，砰砰砰砰砰砰砰，好爽哦！好来直接收尾，死！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了，这场打我们右行。好，那该盖的盖一盖，来把一个这个做几个检索。我靠，堕天使！我靠，我靠，我靠！哎，堕天使把它盖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因为它只有表测的时候才可以发动墓地的效果嘛。对，那等它多支一点才会爽啦。好来，对方一个击巴之力，好来打过来，打过来，哎，可以满足了。那我们下一个调心师，好来，对方一个击巴之力。好来打过来，来吃我一个，我变换等级直接翻脸，大家都盖起来。好来对手再耗1000点，他白痴吗？他准备被我干爆呢。哎，等一下我的这个光子翼龙下直接要他死，但是如果我要直到1到4我才会赢。对，好来孤注一掷，死！好来直接召唤炸爆，棒棒棒棒棒棒，再见，死！各位觉得炸盖牌超级疗愈。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了，这场当我们不动游心。这个调心师还可以再想看要怎么搭配。哇，对方一个技巧，哇靠！最近那个妖仙兽其实还蛮不好打的，因为他后台很常会放波纹，然后他又可以弹你牌，对，又是一个弹牌的。啊，做了一大堆操作，来巫灵叫出来，巫灵再特招一只出来。
好，那我们下一个矮星龙来直接解锁光属翼龙。好，找到时机就直接干爆它。好了，哇靠，黑蔷薇龙，哇，它会炸吗？啊，全部炸爆，哇嘞！啊，没有，这副牌很大缺点就是如果没有翻脸，其实会有点难打。好了，好险还有粒子球。啊，又没有翻脸，来发动孤注一掷。好，来掷骰子，掷到二，直接召唤。好，来把光子翼龙叫到场上来，直接炸爆。好，调心师，调心，好，来打过去，死，等一下翻动翻脸，他就完蛋了。好，来结束阶段，来翻脸，好，等一下反转过来炸爆他，炸爆，死。好，来先调心，以免他有粒子球。好，那我们这场就赢了。好，那我们来打实战吧。好，来这场打我们尾木鱼太。好，那我们先下一个女巫。对，有翻脸就好办事了。好，那先下一个调心师好了，那先给他一些伤害，等一下如果炸爆他的话会比较容易秒掉。来打过去，好，来哦，有扣到1500，还 OK。我其实可以直接升招，现在就把那两张炸爆了。但是我想说，反正我后台有翻脸嘛，我没差嘛。对，如果他下怪，我还是可以直接把全部盖起来。来打过去。好了，一个控制器。来扣1500，哎，剩1000，好，那应该感觉赢面蛮大的，因为只要他下怪，我等下翻脸升招一次炸爆，我再随便打一下就赢了。哇，水灵女哦，这也太冷门了吧！我晚餐吃大肠面线加臭豆腐，那家的臭豆腐我比较好吃，但是大肠面线我觉得普通。对，因为它的大肠就是吃起来还好，我比较喜欢软烂型的。啊，草原湿地，地上直接湿一片。好，来打过来了，那要说翻就翻，翻脸死，棒棒棒棒棒！等一下升招炸爆两张结束。来直接升招，死炸爆 ending。好，来，那我们为了预防万一，我们还是调个心。因为后台还是有翻脸嘛，好，来打过去 ，Oh yeah， 赢了 ，Sweet，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我觉得现在有点饱，想要去稍微走路消化一下。那我们今天影片就结束了。我是玩熊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并且分享啦。那有问题就底下留言吧。Sweet。